这位大法官被提名人今天拜会立法院的调查党团，希望立委支持。调查党团是来指出绝对的严格审查，嘛希望让提名人啊，这的人会当有专业甲良知，捍卫中华民国宪法。大法官被提名人蔡彩晶、朱富美、陈中武、甲尤碧雄，十四早起伫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的陪同之下，去立法院拜会各党团，希望会当有行使同意权的支持。在野党团拢强调讲，会甲被提名人严格审查，嘛抗议即个时间上短，过程上过啰嗦。检验是不是一个 qualified 的大法官，其实标准只有一个，就是你是不是能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嘛？时间应该要比较长，然后让社会可以有一些讨论。这些人选都有莫大莫大的这个争议，讲白了，这些人到底未来是一个独立的、公正的大法官？还是只是在执行党意的，大家会觉得意识形态太清楚、太浓厚。被提名为大法官，你们是要捍卫中华民国法治跟最不宪法。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专业，拿出你们的良心。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陈明忠第一见面时阵讲，三年前参与宪法法庭的时阵。也看过有名的大法官，伫开庭的时阵，竟然伫独孤，呼吁被提名人应该为国家、社会捍卫法制，毋是为执政党来服务。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表示，被提名人拢真优秀，希望各党爱理性讨论。我们对这次大法官，包括资格以及未来的表现，很有信心。民进党团提案，伫十四至二日召开第一届临时会，处理大法官人事同意权。虽然在专院委员的会议，在野党的委员还是持反对的意见，不过在民进党人数的优势之下，每手还是表决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